His kid.这个地方跳出来一个那个，说明它灯光有问题哈。这个灯光的问题，这个是好像那就不能用这个代理物体。刚才的问题是没有使用微弱灯光法，原来我们用的是新的 map，它不识别。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一下，不是渲染器的问题哈，我们都改成微弱先导。我们再来试一下的话，所以渲染出来的图片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应该是问题不大啊，是大概把这个结果表现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放点红花绿叶哈，这些都是可以的，为了突出场景的气氛啊。所以说布景在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大概说了一下布景的东西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，细节的东西我就不做了啊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布完景以后渲染的图片啊，布完景以后。由于是阴雨天，所以说整个植物的颜色看起来不是很亮哈，这都是比较暗的。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哈，这个是很正常的啊。我们再渲染一下。把这个加上，看一下效果。渲染大一点。这就是甲基癌哈，1024。
大概渲染出来了的效果哈，现在想要的一个效果。发觉有些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调一下。检查一下。好，这一步完成了以后，基本上大体的渲染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将要对这个阴天来做一个下雨的这么一种特效啊，这种下雨的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就要学到一个 Max 新的一个辅助系统，离子系统。吸管命令面板中间的第四项 particle 啊，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用一个 PF 离子啊，用这个 PF 离子做一个想要做的一个东西啊，也就是 PF 离子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，可以满足任何你想做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啊，这回。现在有点转不过弯来哈啊，就自己都有点那个，视频录久了。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个暴风雪离子系统 Bellland 啊，暴风雪来做。我们用这样一个离子系统来模拟，细雨雨水啊。首先我点选它，在你要模拟的地方创建一个暴风雪，从左到右依次拖拽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围，应该整个场景我们都能看到雨水的，所以说是这个范围实在太小了，我们把它改大一点。因为场景是它的方向是朝这边的，所以说我们也把它的离子系统。方向朝这边，大概在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，好，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。然后我们只需要调几项啊，几项。第一个，particle 的选项中打开，使用多少离子啊？这是10倍，我们加上100，将这个显示改为100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把我们的地面选中。
好，把你的地面选中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先给十，这个也给成默认。好，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们先用 particle time 离子的啊时间，从多少帧开始？我可以让它从第负五十帧开始，负五十帧它就开始产生离子，多少帧结束？这边是200帧，200帧结束，200帧。啊，离子寿命30、80都是可以，越短离子寿命就越短啊，越小啊。这个地方我可以让它的雨下得快一点，好，我们来操纵一下这个雨量是比较正常的啊。刚开始的时候天空是有零星的小雨，也可以没有，但是为了体现雨景嘛，刚开始的时候就陆续的下雨是比较正常的啊。这样我们只需要做这样一个调节就可以了。现在我要渲染这个离子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要找到物体属性这个地方，选中这个形状，形状我们让它以球形显示啊，并且这个地方我可以把它的这个显示物体显示改为点星形啊，一般都是星形，我们就不变了啊。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离子的大小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，先渲染的时候也可以，来，我们来渲染一下，我们给离子一个颜色红色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否能渲染出来。好，我们让它只渲染我要的东西，哎，没有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告诉大家一下，这个很可能是你的离子的大小太小了啊，离子太小了。我们再来看，啊，会看到有零星的这个东西，对吧？离子，然后改为1000，再来看，啊，大概大家都已经看见了。并且渲染出来的，我可以再把它放大一点点吧，1、2、3、4，10000。但它是以球形显示的，以球状显示的，啊，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把它定义为可大可小，在这个地方输入它的随机值43%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些大有些小啊，有些大有些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15000，好，还是大，1000，看到起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现在我将这个离子雨，大家都知道雨它是具有运动模糊的，所以说是雨下起来应该是直线往下下，我们需要，我们已经渲染出来了，我们需要将它的运动模糊打开啊，使它是雨的一种动态效果。首先我可以按住键盘上的八键打开环境面板，第二项啊辅助面板中选择二的选择动态模糊啊，关闭掉，点选离子，打开它的物体属性，这样运动模糊
这个地方我们选择序列模糊啊，序列模糊，将它改为一或者二都行，零是没有模糊哈，改成零就是没有模糊。啊，现在我们再看，再渲染一下。啊，现在就看到大概是离子，落下来，并且呈一种直线的形状。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离子改成，把这个离子的材质改成铝的材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设置一下，润嘛，铝首先是偏淡蓝色。好，明度不要过高，明度不要太高了。其次，自发光这个地方，我们给它一个灰色。高光我们也给它一点。啊，不透明度我们给60%，啊。并且将它的双面打开，啊，这一项里头，我们将它的 output 值改为100，啊，使它的剑影的成分，铝它肯定不是很实在的，落下去就没有了，并且将它的过滤色改为150、149、150都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现在我们赋给离子，再次渲染，啊，大概铝的效果就出来了，啊，现在你觉得这个铝不是太香的话，我们再给它改，啊，这个雨下的不是很猛，所以说是。那么把它改多一点点，啊，并且将这个值改成100，改小一点，500。